说一下今天这个第一轮的比赛吧。我感觉今天可能这个结果我自己都没想到，然后做足了，我在赛前也是做足了困难准备吧，然后大家都为了这个比赛付出了很多，然后有点没想到。说说比赛过程吧。过程我感觉，其实我感觉今天就是可能主要赢在进入状态比较快吧，就是可能就是唯一一点比范思琪做的稍微好一点点，其实我俩都是伯仲之间的球，因为刚打完嘛，我抱着拼他的心态去打。到成都训练也有一个礼拜了，训练怎么样？知道打这个比赛之后可能练得不太好，有点焦虑吧，然后后来还是让自己平静下来了，我觉得成都挺好的。这个比赛给你有压力啊？也没有压力，不是压力，等会儿说错了，不是压力，是都肯定紧张，是紧张，不是压力，不是，我没有压力，完全没有压力。那怎么下一轮？就我还是去拼对方吧，我觉得我们全都是，也就那一两分的球，我觉得大家都是，就看谁胆大一点。那